关注演员肖战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目前肖战的最新动态则是在拍摄新剧《那片海》，网络上时不时透露着所谓的上下班图，可能就是属于最新鲜的肖战了吧。无容置疑，肖战对于演员行业是十分热爱的，专心拍摄新剧中，在粉丝们极其想念的时候，偶尔更新视频物料，可谓满足了小伙伴们的内心。除了那些故意抹黑吐槽的不和谐，演员肖战可以说赢得了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喜爱。时间来到如今的2022年，演员肖战用自己的每一个角色作品征服了大众和各大媒体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，肖战他做到了。演员领域的他非常耀眼，从最普通的上班族到演员，他没有让我们失望过。去年的五号病人让我们为之骄傲与动容，演技出圈与粉丝们爱的奔赴都被媒体盛赞。已经播完的王牌到还没有见面的顾医生，已经石影大神官，以及目前最新的那片海，肖战正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去塑造一个个角色，每一角色身上散发着各自的魅力，所以千面演员这个称号，肖战值得骄傲。对于演员领域他塑造过的角色，大家最喜欢哪个？还是和小编存在一样的心声呢？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，都喜欢。全文完。